全球气候变迁，盖新房子也要重视环保。鸿盛与长虹建设联手推出预售案低息，可是黄金级别的绿建筑哦。绿建筑等级由合格到最优，依序为合格、铜、银、黄金以及钻石级。身为黄金级的地喜，每块砖制成及材料都要符合绿建材，还特别选用6+6空气层加6mm 漏液玻璃，多了空气层能减少热能的传导，就连圈热交换器、雨水回收系统都有节能的效果哦。对于质证，建案还设计 SC 钢骨质证结构，3到23楼，每层安装2个质证壁，减少地震摇晃，可耐6级地震。此预售案位在建国北路2段，拥有罕见556坪大基地，四面临路，规划58到78坪3到4房产品，住家无隔间，板毛胚胶屋，卫浴会安装完成，厨具则为提货券，民众可自行规划。想在台北市中心买黄金级别的绿建筑，可别错过喽。苹果欢庆15周年。送你100元 C 的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，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